这是毛糙，里面一点东西没有，白菜。这里点啥呀？33，加上刀片盒35。我感觉够我吃好几个披萨，又是10块钱。一顿饭50块钱。都给我吃两顿排骨了。吃热出汗了，行，把它拆开了，再腌，哎呀，撕一下，把它重新再包上，再重新卷上。一顿饭。55，看一下这两块肉，还有两根肠。这顿饭我吃饱了，还行，挺好的，挺好吃的，今天胃确实有点亏。